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男朋友邵一晨。你们好。他有男朋友了？有男朋友也没事吧？也没结婚。什么意思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伤心事，在这喝闷酒而已。送你回家。我们不要分手了，不好，为难我。不好。我不要吃。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